新人五亮星，良心做事不后悔。立法会休会过了两个礼拜，财委会主席吴亮星终于肯开年结记者会了，马上看看来自星星的金句啦。拜拜。遇到呢啲项目同埋喺财委会嘅处理咧，我系新人。拜拜。我系凭良心做事，凭良心做事，凭良心做事。拜拜。一路都系一个服务社会，一个不偏不倚。拜拜。我绝无偏私，亦都冇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。是啦是啦，知你问心无愧啦。咁星星，你会俾自己几多分呢？60-80分之间啦。哇，失分啊！我跟唔到嗰个形势嘅变化，有啲嘢就系个步伐冇咁快噶啦。间先我冇见到成堆人冲出嚟。嗯，星星嘅见解大家就听完啦。咁副主席刘伟兴，你又点评价主席呢？他猛咁同议员驳嘴啊！主席同埋大家都要真系深刻去反省下啦。新人唔紧要，主席呢个位做多几次就可以噶啦。就嚟紧嘅十月咧，我系唔会选，唔会选，我系唔会选呢个位嘅